日本漫画家富坚义博拥有《悠悠白书》《猎人》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，不过自2018年底后，《猎人》就处于休刊状态，让许多粉丝望穿秋水，期待能尽快看到新进度。在5月24号传出富坚义博开设推特，震惊动漫圈，甚至还报告最新工作进度。昨天集英社也证实了，该推特确实为富坚义博本人账号，现在已经有超过188万追踪者。猎人主角小杰的配音员潘惠美，奇亚的配音员伊濑茉莉也抛出各自角色的落泪图片，似乎也对于原作者重拾画笔一事相当感慨。今天富坚义博则又在推特上传了工作照，可以清楚看到 Hunter 以及数字7的模样，粉丝纷纷兴奋表示，没想到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富坚每天更新。7是指第7页吗？应该不用等孙子烧给我吧。